联盟的领先者呢是关大宇的队友真田玉贵的15次中继成功，回棒落空。最后中成佑呢是遭到了三振，形成了一个人出局。精彩的直插球，我们看这个直插球投在中间的位置往下掉，是、哦、这个纵向的变化相当的好，高低的落差。嗯，很有效率，好球，好球，三球三振，对啊，三振能力又好，上来就连续两 K。出乎意料之外的，突然来了一个速球，两好一坏，微棒落空哦。在这局关大元连投了3K，K 掉了黄浩然，结束了在八局下半蓝米狗的进攻。前八局打完，中了双方1分的差距，稍后进入到9局上半。